这里堆起来了，这样堆起来，风堆起来的小丘丘，陷阱。我帮你录吗？这里没什么好录的啦。这里下段要吗？你不是叫我帮我看你的动作？我因为这里好像有两个坡，所以有可能对要到下面那一段开始录的话看不到。雪板，现在雪板那个很平整的，那个位置路，那么远哦，真的啊？哦，好啊，要吗？好，那我先下去。我只是我跟你讲，我左脚有点痛哎，我发现我踩左脚，它的就是卡我脚踝一个地方，会痛。嗯
只脚都会麻。现在两只脚都是麻的。哦。麻的，麻的。鞋跟夹扁那种，对对对，那又跟我之前一样，你是不是上次也？上次好像是内侧脚内侧痛，可是哎呀，症状都跟我之前一样。那很棒。这个我就不懂，我那个脚跟夹紧痛，那个时候历经半个学季，后来好了，但是我也不懂为什么，就穿着鞋的时候觉得脚跟好痛，被鞋子夹扁了，我觉得奇怪。那很棒。他就说要怎么办？我不懂啊。我觉得很痛。你有查过？没有查过啊。他会发作什么？都是比他晚一个学期或什么。对，就是开始做到某个 pose。没有换，对不对？换什么？鞋子啊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通常就是身体的 pose 在进步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出现新的。因为你会用到新的位置。对。对啊。肌群。会特痛的。那个痛就只能痛，那不是扭伤，不是扭伤，就是，而且脱下来鞋子的时候也觉得舒服，然后会想用手指去压一压那边，说是不是它被夹扁了？啊，压会痛，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只有左脚哎、欸。我那个时候左右脚都会，不过确实好像是左脚先发作。因为我们自己的左脚刹车跟右脚刹车用的方法不一样，然后左脚惯用脚，然后会先出现那种夹扁痛，所以继续这一道继续滑。对呀、啊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它比较长，比较好玩一点，那一下下就它就是你抖的时候你就做抖的想法。可是我就是抖的时候我脚很痛，抖的时候因为很勉强脚。哦，你想刹车，那我大概知道问题了。那个你那个时候身体躲太山上了，嗯，你牺牲一下大腿，你蹲低一点，身体朝前一点，脚跟比较不痛。哦、嗯。而且你身体在前面的时候，你就不会下意识想刹车。那个脚跟是越想刹会越痛，嗯，对。刚是不应该把上面扣紧，现在直接血液不流通，好惨。好，你在试探哦。
会哦。对啊，站好这样不会痛。好，压低。准备下的时候就先这样。不要，我姿势一定很丑。因为脚还在动。这个人就是头朝选的，超姿势。好可怕哦！就不知道栽到哪里去了。不知道。我看看，我试试看。好像哎、欸，身体压低一点的时候，好像好像比较不痛，但是你越害怕越往上，这只脚会越踩越痛。嗯，好。好啊，那你要拍我吗？但已经很丑。都走，不用再，耶，都走。缓慢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很丑，很丑吗？不会啊，我是说，我恨压的意思是说，其实这就有一点类似小转的技巧，然后加上，不过你要小心那个，这种滑法比较容易出昨天那种水化。哦。对。你有在转板吗？哎，对，因为在转板。嗯。那我就想办法整只脚转，不要只转板子。没有没有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预防。等一下，我确定有没有拉好？有，我刚松。但我脚真的比较不痛了。对啊。我脚很痛，我刚下来脚很痛。好 ，OK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
你要进去哦，我不要，我太费力了。对，现在已经不费力，你看都被破坏的差不多了，所以主力只剩一半。我脚麻，我现在两只脚都是麻的。是哦。对，我现在不知道要怎样，我脚是麻的。好吧，进去吧。好麻哦。我怀疑我脚不透，是因为我脚全麻了。我脚现在整只都麻了，怎么办？好一种。小腿下脚都是麻的，两只都是。那是差不多要吃饭。高不能不用做，好像上次切好像觉得上不去。
对，所以就是这一趟。而且他等我，只等我啊，跟我回去拿。我们两个都赶快远离你，没有风啦。啊，好麻好麻，好，那我先冲回去了。不，我先冲回去了。因为我脚很麻，我赶快想要赶快去脱鞋子。为什么？因为脚。对啊，我要出去缆车站了，大家再见。我去了。有点危险，这太低了吧。我现在大腿超酸的，大腿没力，好酸哦！哎，他已经到了，他冲更快。我觉得我脚麻到我脚已经快要不受控了，我真的需要休息。
是为了水泡。就是靠你的脚全麻掉也不行啊。哎，到底是，但是水泡比较恐怖。可是我现在脚是全麻，我根本都不能控制我的脚，不恐怖吗？好吧，好吧，总之等一下就行。知道了，真的全麻了。好吧，好吧。但是会打开，我脚是黑的、啊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但是有那种脱下来的时候，发现脚腿。但你去帮我拿拖鞋好不好？好啊。我就坐在那边努力的脱。两个粗度不一样，下面是细的，上面是粗的。脱下脚真的很难过，你有看过我这样一直挨着说我要脱鞋的吗？而且松雪真的要用比较多的力量。已经消失了，你看。嗯。已经被消灭了。都没人哎、欸，人去哪了？雪道上没有人哎、欸。啊，你先冲去餐，对，我要帮跟。你要偷袭他？我是想说，去餐厅上会。好，我们晚了一步。就大家都去了。但是希望他们。那我们就先回房间休息。没问题的话。我猜吃上面跟下面的。中间很少，因为中间一定最贵的。卡好麻，好难过，真的很难过。可能剩下的是中间比较没有人刮。真的很难过。现在那个松松区已经可以做这种方式，都可以站，就是可以弯来弯去，已经不用做什么奇怪的方式。还是有松啦，还是有松，就是这个样子反而比较简单一些，因为很多人帮你挖松一点，所以它的阻力。教学的，结果他一直这样，然后另外一只手，还是他手上拿的 GoPro 还是什么的？对啊，我就觉得是怎么回事。那这另外一个人也是，只是他是拿在右手，他就是这个人是录另外一个，真是有趣。啊，好麻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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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的。而且你在餐厅外面。其实你可以拿他的 take out 卡。哦。没有想到中国人不吃，谁知道？我以为他的早餐放了，只是放给早餐，然后就撤掉。啊，晚餐还有？晚餐还有，但还是他其实真的有撤掉，只是晚上又放。只是我觉得晚餐喝咖啡睡不着啊。有何意义呢？左脚比较恢复了，右脚还是麻。军队的自食会打开啊！军队的根本就是用绑绳子。啊，对啊，后脚松开就是绑绳子啊。后来发现是绑绳子啊。好硬哎、欸！你要等我，你等我。好，我先走，我脚好麻。好像不能过去耶，这很深哎，默默。啊？好。太深了，你叫我跟着。
超松的。